你们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？张学文，你好。20分呢，20分还想要考上台大电机系，你做梦呢？陈振刚，你好。48分，你连阿富汗怎么拼都不会拼，还想要念外文系哈？拿回家好好看一看。朱丽叶，哟，看到你这个成绩啊，我肯定你脑袋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蛋白质。老师，我考这么差你还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呢。谁称赞你啊？我是说你是笨蛋白痴，外加神经质。你题目不看好就随便乱猜哦，啊？19分，看到没有？就连3岁小孩随便乱猜，也会猜得比你好啊！我看你呀，干脆回去重新念高中算了。以前我骂你是猪，我发现呐，那简直就是侮辱了猪。你看哦。学生考不好是老师不会教，你为什么不会反省自己？你只会骂他，你怎么资格当老师？说话大声就了不起啊？你会教，你教啊！好啊，教就教，我教他上台大给你看。你真的确定我考上台大吗？你家，虽然我很想考上台大，可是我不想出卖我自己啊。你不是说你不会勉强你心爱的女人吗？你还坐在这里干嘛？念书啊！念书，好，对对对，念书。我就不相信用我的方法，你考不上台大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你阿妈说什么？啊，阿妈，阿妈说读书开要紧啦。朱丽叶有事要出去，谁跟你有事啊？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下来吃，简直就是大笨蛋。对啊，那你就跟朱丽叶留下来一起吃嘛。嗯。哎。啊！哎。跟我来。不如我拿莎莎做个练习的对象。
以再靠近一点吗？不要挡住我的视线就可以了。你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香味。想都不要想，这可是冰箱里最后一块蛋糕。所以我一直很注意你的一举一动。别打歪主意，我只有一颗芭乐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会脸红心跳，小鹿乱撞。你要是把感冒传染给我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唉，要是你唱的有王力宏的一半好听就好咯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？不是从台湾到美国，而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你在开玩笑对吧？我已经勇敢地爱上你了，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接受我。朱丽叶，你回来啦！我有急事要找你。你就是我的唯一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安东海看我的眼神啊？你有没有听到安东海刚才对我说的话？没有。原来爱情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。打开电脑就会来了。罗密欧，对不起，最近老是让你等我。到底该怎么办啊？要不要喜欢他啊？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扰啊，可是我又不能问我的罗密欧。虽然有的时候他真的很讨厌，嘴巴也很贱。没错，上次好心帮他，竟然还骂我哎。但是温柔的时候又很温柔，认真的时候又很认真。对啊，尤其是在弹钢琴的时候，真的好帅哦。那我还等什么啊？等他喜欢你，跟你告白啊。要不然的下场就会跟小爱一样，人家鸟都不鸟你哦。他已经跟我告白啦，也就是我不需要再犹豫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谢谢你支持我。